一群人不分男女老幼，奋力推起大巴士，仍然有骑士被压在车底，小朋友无法参上一脚，站在石柱上，挥舞着双手帮大家加油打气。 换个方式再推一次，依旧没法顺利救人，也害怕一个不对，害得骑士二度受伤，幸好救护车赶到，换专业的来指挥。女骑士顺利被救出，抬上担架，赶紧送医。 这是发生在4号，在屏东市民族路跟中山路口，时间到回几分钟前，公车在路口准备右转，却没发现骑士就在一旁，直接压倒。疑似内轮差加上视线死角，女骑士连人带车被压住，脚还卡在车底，热心乡亲看见，一拥而上，超过20人协助，顺利脱困。汽车驾驶人于路口转弯时，未让直行车先行，最低会处以600元的罚款。 幸好女骑士送医没有生命危险，但在受困这一刻，她肯定能感受到人心温暖，也是台湾最美风景。记者张中华，屏东报道。